系，所以就是可以来到这个教会。嗯、然后因为平常是没有上教会的人，可是因为其实每次在家里，然后每次看到爸妈就是回家，几乎只要看他们开心的状态之下，都是好像都是因为教会的关系，然后回到家的那个喜悦都是这样挂在脸上，所以其实就是也很开心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教会，然后为大家演奏，然后我们有特别再准备一首就是诗歌，大家。